当真宙斯遇见了假宙斯，直接人都被抓懵了。对面打野住在上路，不会因为对面的 ID 是宙斯吧？在这把戏载入界面，宙斯就发现了盲点，对面永恩的名字居然是宙斯，再加上上单永恩，这下子好像对面是真宙斯，自己反而成了替身。而在进入游戏后，对面显然也把永恩当成了真宙斯，打野龙龟哪儿都不去，开局三分钟直接来到上路抓人。虽然被宙斯把闪现避了出来，但是五分钟再次来到上路，这波gank就配合队友成功带到了宙斯的刀妹。然而宙斯不知道的是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。后面六分钟时，打野龙龟再次来上路gank刀妹，而在这波被抓死后，宙斯也是彻底怒了。等到十分钟这波，对面打野龙龟再次来到上路抓人，没想到宙斯操作起来了。连续用 Q 技能位移了13次，躲掉了对面大部分技能，还用 Q 兵来恢复血量，最终一波四滑操作下来，直接拿到了一波双杀。后续对面龙龟虽然还来上路，但是已经彻底抓不了了。不过宙斯也是被抓得不厌其烦，很想给龙龟喊话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才是真宙斯呀。